戴口罩有助于防止细菌扩散，细菌在传播。当我们呼吸、谈话、咳嗽或打喷嚏，如果我们不戴口罩，会传播细菌，让其他人生病。有的人看起来并没有生病，但是他们是带菌者，他们可以把细菌传给别人。戴着口罩保持距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仍然很有趣哦。戴口罩有利于保持大家健康。